白带鱼有啊，白带鱼在右手边啊。有白带鱼。因为没有人点白带鱼，所以他没拿上来。他们目前宅配没有散装的哦。没办法，他们应该不做宅配，他们不做宅配。秋品昨天逛夜市哦，东兴市场，东兴市场。我弟有事，他去打疫苗了，所以他今天可能比较晚才会去直播。今天高雄雨有点大，对老爸讲话太快了。有吗？
来，过来。今天会你看等不过来呀？过来。来啊啦，你要看啥？一人去了，我唔播啊。两人去买买菜，吃不到。两百两。菜菜真的啦，那个早餐到现在有人问十次了。那那边会开直播，你们就会看到了。没开直播就是还没到，就是他们还没。对啊，我弟开播了。你买几票啊？昨天开过年，你无过来。赶快过去。这来哟，五一哦。这啊，鱿鱼。这啊，让我这边瞬间降到三百多。今天十点到应该有，但是你要的东西不一定有。
对啊，你们可以先去看我弟那边的。来，东兴市场今天很多人哦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热闹。来，莅临长。来，一百啊，来。再找你啊，等一下找你。好，你们先过去看，等下再过来。这话讲，这里人根本，我就认为你过两百号了。嘿啦，根本上你哦，你根本挂，不上你无，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啦。这超市你问讲哎，超市生鲜包装，一袋八十。白带鱼等箱的多少钱？有不同尺寸呢。有分成 L 二 L 的。看你要什么尺寸的。最大的是二 L。陈天宏，你今天有要来吗？你不要我不认识你的话还不能帮你。你要来现场拿，你要来现场买哦，必须要我认识你以后，我才有办法帮你留。因为我不帮陌生人留东西哦，应该不是陌生人啊，还没认识的人，我不帮还没认识的人留东西。Hello， Mary， 你好。快点，你包起来，小五哦，那就提袂袂安尼，我走你来，真系你先，我哋真系。
现在是三场直播，南投东兴市场跟八卦山。南投是我弟直播，不是我。要谢谢我弟，许威力早，吴选早。加九分哦！给大片了吗？有喊过一次。四片五百吧，应该是四片五百。嗯。这帅鱼啊！帅鱼啦！谁啊？哎，帅鱼，帅鱼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帅鱼有名，名是帅鱼，帅鱼有名。对呀，对呀，帅鱼，帅鱼。那我再拿上来，上来。帅下来，而且帅下来，行来，行来。帅一米几千六五八，我给你用介绍啊，米几千六五八呢？五八，五八来，六五八呢？六五八，五八。这个多少？这三零，这四零六几多四六来呢？哦。这大条这粗，应该，应该在好，来，你下次就买点点，
不行啊，你那时候来。不是说他这个，他只有三片五管要吗？因为他说这个钞票片的。哎，我把三片留下来。三片哦。哎，不要的话，这个。那要拿。行不行？你留下来。哎呀。不行啊，回来。不行啊，回来。行啊，就大地方到了，我嘛是，哎，我是要买几台，就大地，这个大地留了好多。哎呀，唔过你啊，我你等，我等你啊，来不了你啊，来搞个不了你。还是你要学一头刀，看看有没有别的。